队没有办法上台表演的话，那我觉得太了不起了。嗯，哼，对，我们之前都是唱歌的，唱歌的。嗯，其实我一点也不惊讶，因为我跟他是特别好的朋友嘛，互相了解对方吧。他其实挺多面性的。虽然他第一次说唱吧，但是我觉得是金子肯定是会发光的，可以。交出巨木剑，充斥着 haters， 优胜劣汰就是这里生存的规则，一往无前才能成为最后的 winner， 但要记住永远没有下个回合。这样唱是没问题，但你以后会很累，因为你会压着自己声音，这不是自己最天然的一个 sweet point。交，你发交这个音，长音。交。交出树木间，你就这么交出树木间，充斥着 haters， 优胜劣汰就是这里生存的规则，一往无前才能成为最后的 winner， 但要记住永远没有下个回合。这是你的声音啊，对，优胜劣汰就是这里生存的规则，优胜劣汰就是这里生存的规则。看，舒服舒服舒服一些，你不用，我自己也觉得舒服一些。对，你是比刚才要舒服很多。谢老师。就是我原音色是特别做作，像鸭子一样，但是我现在的音色就像是清澈的溪水吧。是不是老师调了之后，我的声音感觉我的声音好帅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不不 no way！ 啊，为什么王哥学什么都那么快？这是家乡话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杀野酒，青岛的。青岛 rap。小房间，诧异，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杨洋会召集我们开会，望子成龙的开心。这是哎，这是我们团队队长第一次建立的第一次小会议，是不是？对，得纪念一下今天这个有意义的日子，起码要说十句话以上。说你想说什么？说我怎么做？加油！打起精神一点，总共三分钟。你要作为歌手，你上台那你就必须在那三分钟是打起精神的，因为这是专业，对吧？会不会是他黑眼圈的原因？你好意思说人家黑眼圈？还有。好，谢谢杨的分享。队长，熊一个。熊一个队长，队长第一次给我们看他的态度啊，咱们卯足了劲儿干一次呗。好，把 B 组干下去。就这个手一甩过来之后，踏，哎，对对，哎，这踏踏，你在我做大的时候，你要做完了。谁啊？你看夏涵宇表情，看夏涵宇表情。啊！干嘛？炸了！你是嘴巴太干了，想舔一下。解个嘴。晚上请你吃饭。我自己去厕所练了。阴险而又孤僻的星星。好，你们要准备好。然后李文翰还有胡春阳，你们今天在说唱部分的表现真的特别让我满意，情绪包括状态，就是大家一起看嘛。
山歌曲表演的训练生上场，有请。向青春制作人们打个招呼吧。青春制作人们大家好，我们是青春有缘来相见，我们的口号是冰山一角。大家好，我是欢欢员，我是来自乐华娱乐的李文翰。89票。